第一道豪华年菜，是的，要够豪华，一定要有好的食材。没错，菜名大概就已经很惊人了。菜名叫做"金龙满菜庆丰收"。哦，金龙厉害，金龙真的是龙虾的意思。对，用龙虾，然后搭配这个龙虎斑。哎呦，哦，龙虾牡蛎啊，计时开始。 一开始呢，我先融化奶油，这个奶油我要待会要做酱汁。然后这个龙虾部分呢，我已经把有点稀释烫了。我觉得偏日中日式这样。哇，中日式。为什么叫中日式？因为我今天的这个料理里面会混合一点海胆酱进去。云丹酱。对。这是两只的龙虾吧？只有一只而已吧，白一只而已啊。调了一点盐，你把它切开。对呀，这边两只。哦，胡椒加不少。你切，我切开了两只。对啊。后来是两个民众，我们在录影。对啊，他在问说，他很认真的看，说那是两只龙虾。我说，不，他刚不是一只切开吗？哎，人是放两只龙虾。你们这公司真的是太强了。 这样也不错啊！你看它看一看，就发现它今天吃两只龙虾，它觉得它倒进去跟人家讲它吃两只龙虾，还倒进去跟人家讲它吃两只。然后这边炒一个蔬菜料，哎，这是有限时对不对？有有，五分钟，五分钟，哪个绝对都不在乎。哎，五分钟哦，出年菜哦，不是五分钟，出好菜而已哦。洋葱，这边放了一分钟，五分钟哦，薏仁，薏仁，因为庆丰收嘛，所以要五谷丰收的感觉。薏仁、玉米、高丽菜、枸杞、这么多啊，只山药丁、枸杞算是五谷吗？枸杞啊，枸杞啊，它是一种莓果，蔬果啦，五谷，应该把蔬果都加进来，
还不错，胶粉啊，中文很好啊，就这两题啦。盖什么？哇，少100块，100块很贵。龙胆跑出来，真的很大胆啊你。这么高贵的食材，他洗一洗要把它放回来。啊，他这个动作叫祈福龙胆要龙门，蒜蓉虾肉。好，这边的奶油呢？鲜奶油。对，我们这边要做一个酱汁。你放什么？那个咸蛋黄。咸蛋黄。金沙。云丹酱还没下吧？云丹酱还没下。对，边到起泡之后呢，我们下这个鲜奶油。哇，这个酱汁。哇。然后云丹酱下进来。哦，这琉璃台很棒。云丹酱，海胆酱。 这应该就是一个改良的一个河风洋食啊，对，时间过了2分钟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中日啊，这是河风洋食。海胆都卖罐头，就是叫云丹酱，就海胆有一些散，它把它打成酱，对，然后沙子。你的肉要几分熟？肉刚好就好。快好了，这边放大满场，大卖场。先米酒，煮一下啊。咸蛋黄加鲜奶油。 那这边呢，我们加新鲜的蛋黄进去，还要再放一道。给它乳化，变成一个酱汁。哦，那个洪老师啊，你不要忘记有进跟我一组，你站过来一点啊。太站太过去。他们他会慢慢的稠化，变浓稠。因为高汤整个到蔬菜区，对对对对，到蔬菜，所以这个它里面的鲜甜的一些精华都浓到这个蔬菜里面，已经结那个了。这个有人在高阶球喽，哦，结球了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结龟丸，旁边拉拉，对对对，结龟丸呐。 屁股丸，需要帮忙吗？可以，这个这个地方，哎呀，啊，死角，没看到，盲智啊，都有死角，不要说是你，开车以后就有死角，对啊，都有死角。好，这边呢，我放一些那个寻味棒，寻味棒，对，炸过你草莓的，对对，很像那个。 甜洋葱，哦，一个紫洋葱，聚焦热，凤梨，哦，凤梨，凤梨哦，凤梨很讨喜的，让它有一个解腻的效果。你们聚焦热吗那边？它那红色，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可以的吗？红椒，对对对，红椒了，那数最后一分钟，来了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哎，怎么样？龙船来了，龙船来了，金龙满载，所以要有龙船。每次最喜欢看就是 Jerry 师傅的花雕啊，花雕，花雕是鸡，歪他的茅台嘞，他的花雕，歪他的茅台，对啊，所以他的高脸上是部分花雕就出来。天哪，就是果雕啊，还是白，那就是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詹姆斯好朋友，我最喜欢看你爸爸的台皮了。
看杰瑞师傅的话题要不要谈。其实这道菜端午节也可以用啊，这样就龙舟是不是？对啊，哇，对，可以。那拍照起来，端午节就不能再用一样的，端午节直接用啊。哇，像林哦，哇，这个酱，对。他下面那么多艺人是搁浅的，没有没有，五谷啊，五谷丰收了，对，丰收白沙滩呐，有没有好的寓意在里面？那餐品盘上面还有很多那个那个小玉米，玉米笋跟秋葵，对。它只有金箔脆片，不是那个金箔脆片，对，哇，它把它拆开了，进阶到金箔脆片。报告，食用花，还问什么这龙虾？我很认真说，现在有这么大只的龙虾，完成。口味重，对。元旦油卷是跟鲜奶油非常搭的，然后又多了一个云丹酱，吃起来那个反馈回来的鲜度是很好的。哦，龙虾的肉好 Q 啊！对，龙虾越嚼越到位，跑出来。对，因为我们是用利用这个很高的温度哦，在短时间里面让它熟成。好，那所谓的五谷丰登的那些副食材吃起来怎么样？很搭哎，喜欢搭，超会搭也搭。不是，它是薏仁，这个我通常都以为它是做甜的。有啊，吃咸的很好吃。就是龙虾跟凤梨的那种酸味合在一起，感觉超舒服。看来它这个云丹酱做的还不错，棒。因为如果说它没有放那么厚重的鲜奶油，它倒很多，如果没有，吃起来会沙沙的。但它没有，因为它鲜奶油很浓，转化效果，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沙感。它反正你如果没有特别整，就有这个咸蛋黄的香气，但没有那么明显的口感。没关系啊，等下把它赢下来。好嘞，恭喜，新年快乐。好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非